集都会跳一次，每集都一定要跳一次。我们把他捧红了，我跟你讲，来来，身材好棒哦！音乐再来跳舞，而且他可以晒很漂亮。观众就等他了，没事。而且一定要撅嘴。Yeah, 你喜欢跳三轴的吗？而且我很羡慕女生会跳舞。你要不要跳？我协调，我们要跳一下，我们来来，我要看。来，哎，音乐下，音乐下。不要吃。Come on，Come on， 荣嘉 ，Music in the house， 这个把门打开 ，Hip Hop 的音乐就在这边，聆听你的头，诉从你的肩，舞动你的身躯。带啊，陪他一下，然后哎，放开放开，我们学生。我个人在家里面都是这样跳。来，勾引他一下。好好好，啊。然后呢 ？All right。内衣要掉。马吉吉对。我们不要再逼他了啦。不很可爱。我今天来就是为了害怕这样场面发生。不会，那荣嘉走的是不同路线的，知性。当方方接班人，方方方，好，有什么人有问题，赶紧问一下两位。就是那个，听说荣嘉老师他以前在学校有表演过那个含泪跳恰恰。哎呦，为什么会知道这件事啊？我就是知道啊，有听说就对。对，含泪跳恰恰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就是那个时候有高中的歌唱比赛，然后我就是硬要跟人家不一样，所以我就选唱台语歌。唱一段。主题耶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又到我们互动的时间喽。那今天又是 Andy 过来，也奇怪，今天大家 DJ 都不在，所以我过来代班。然后今天我来介绍的是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的歌，是长得2266的 Andy 有资格当上 VJ 吗？我爱黑社会，强力征求，有自信感受出自己的漂亮美眉。只要你够正、够辣、够活泼，就有机会当 VJ 哦。报名专线02-27813888，不要怀疑，我们就是在找你，赶快拿起电话报名吧，我们等你哦。Time to wake up！ 我没看过你这样的，好棒哦，好棒！你这样就对了嘛。对啊，他的表演的赞不赞？赞不赞？你就是要这样子嘛，对不对？另外一条路线，他刚刚也有用到美容的最新的手势哦。对，没注意到哎。他就这样啊，有没有？瘦身霜有没有？紧致肌肤。有没有？你刚才有这个动作，翻 replay 看一下，真的。再给你仔细看一遍，刘荣嘉的确有做这个动作。有什么问题？就是啊，当 VJ 是不是都要自嗨啊？因为就自己一个人对镜头讲话。自嗨，自嗨。何谓自嗨？要讲一下。就是像我们就一般人就是看镜头讲一讲，就嗯嗯，然后你们就可以就很开心，就好像可以跟人家对话。对，这个其实对，好像是哦，有。对，当 VJ 其实不是这么多。
可以帮助你讲话的、这个，就是一个篮板，对不对？对。对吧？跟大家介绍一下当 VJ， 就是其实当 VJ 从以前就当 VJ 很久，然后就会发现你就要对着一个镜头，然后后面都白白什么都没有，然后你就要把你要讲的东西讲得很有趣，然后你可能还要自己像讲讲，让很高兴开心的笑出来之类的，就是要有一些情绪在那个状况里面。情绪。对对对。对，我一开始当 V， 因为其实我没有当很久的 VJ， 然后我个人就是觉得有一种在那个增笑的感觉，增笑。是，我会觉得怎么会这样？但后来慢慢。就习惯，然后就发现有还蛮多话想跟观众朋友讲。对啊，真的，就把镜头当成朋友了。有没有人想要当 VJ 的？有没有？谁？谁？谁想？你刚刚说有啊，蛮想的。你想不想当 VJ？ 你们明明每个都很想啊，不然为什么来上这个节目呢？是不是把心里话讲出来了？但感觉有点好恶心的感觉，恼羞成怒吗？你要不要来试试看当 VJ 的感觉？来来，你下来一下。好紧张啊！那这个其实要经验嘛。对啊，你第一次看。他也是十五岁吗？这也是十五岁。cosplay。哎呦！真的不好意思。是故意的。对，来往前一步走。好，好，蹲下。啊！你要干嘛？好啦，我怎么可能是那种人？来，当 VJ 的话，比如说指定两首歌，没有介绍一首你最喜欢的 music video 好了，好不好？我最喜欢收看普普风之类的。对，然后这节目叫做普普风哈。就蛮想唱个特别的。好 ，VJ 普普风，我们 Channel V 很喜欢播歌啊，就普普。那你介绍一首你最喜欢的歌曲，一首跟大家介绍，大概三分钟，好。哇，三分钟啊！快点，短串串场那种串场。来，现场那个五四三二。等一下，老师，你不先示范一次，我真的。好，你示范。那请荣嘉示范。荣嘉好了。荣嘉是最喜欢的一首歌。哦，好。马吉的是。没有，好啦，好，Hello， 欢迎收看今天的普普风，我是荣嘉。今天要介绍的是安室奈美惠的《乌瓦》这首歌呢，其实我个人非常的喜欢，因为安室在里面，他就是穿一个就是有顽皮豹，然后在里面跟他打扮的造型，而且呢，里面有一只女生的顽皮豹啊，就是长得像安室奈美惠，然后眼睛大大，然后睫毛很长这样子。然后这首歌呢，安室奈美惠她里面拿了一个彩球，然后穿一个短裙在里面跳舞，然后我就是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一支 MV， 所以接下来呢，要让所有东洋 V 热门的好。朋友们，大家来看一下这首 MV 吧。其实还蛮打结的，真不好意思。厉害厉害啊！就是一直你要一直想，接下来要自己自嗨吗？自嗨，这个你没看他自嗨吗？当然有。你先不要叫别人，你先好好来当 VJ。我们总监都会看这节目。好，有机会，哎，你加油啊！加油！加油 ！OK， 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今天又到我们。互动的时间咯，那今天又是 Annie 过来，也奇怪，今天大家 DJ 都不在，所以我过来代班。然后今天我来介绍的就是我自己就是非常喜欢的歌，是 Mariah Carey， 就是最近新的一首歌，然后 We Be Together， 然后他 MV 就是拍得非常有风格，因为就他就是一个很 sexy， 然后就是卷卷头发，就我们应该还记得上一支 MV 就是也是蛮不错，好像叫做什么 That's。可以可以可以，真的超可以。知道吗？因为我们要没有训练过，不能这样。不要背对，想露内裤。你刚刚也蛮可以的，也都确定很多。我这个就是好丢脸哦，然后都要自嗨自嗨。就是 K 完就继续把它讲下去，然后 K 完就自己转掉这样子。嗯。而且就是一定要一直看着镜头，不要一直这样飘。不过已经不错了，他会说。对啊。其实还蛮好的。对，掌声鼓励一下。我没有批评你。可爱啊，很可爱。还有没有人想当 VJ 试试看？想，大雅，大雅来，来。